大家好，我是 Chanel，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。 大家好久不见，今天要拍一个超多人想看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我的 room tour。 没有错，我这学期就是我这学期就是搬出来住，然后我现在目前住的位置就在我的学校的斜对面，走路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吧。这个地方是一室一厅，然后我跟我室友一起住。那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先去看一下我房间吧。我很紧张。OK， 今天这是我的房间，应该是一个算是蛮少女心的一个房间吧。这边有被我贴了一些壁纸，对，还有这儿，还有我的小相片区，还有另外一个小相片区，我都把它们贴成一个爱心。它这边还有另外一块壁纸。OK， 那这是我的桌桌，这是我从 IKEA 买的桌子。然后它是一个儿童桌。那为什么我要买儿童桌呢？因为只有儿童桌才有我这样喜欢的粉红色大七大八的东西。别吧，我输了，我东西打破了。你这怎么搞的？我先暂停收集一下这片残骸。好，我刚刚把非常狼狈的桌子还有地板用小红帮我清理干净了。这是我的小红，它是我房间非常必要的东西。因为你知道我每次洗澡或者梳头掉的头发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掉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小红是我这个房间非常必备的一个东西。给大家再清楚看了一下我的桌子，没错，它就是一个粉粉桌。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的粉粉，就是我这个房间是充满的Unicorn。 平常我不管是化妆、吃饭还有写作业都是在这个桌子。然后我妈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大辣辣的人，所以还帮我贴了这种防止小孩会撞到的贴贴在这里。那还有这个我的摇摇椅，非常的摇。对，这也是我在 IKEA 买的。接下来到旁边就是我的床，很简单，这也是我在 IKEA 上面买的。就我买这个床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它没有附四只脚，所以我买来的时候它还没有脚，它就是一个像一个地铺一样。后来我才把四只脚买起来。床上非常多的娃娃、豹哥，然后 Harry、小白、IKEA 的猪猪跟小美。然后这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加湿器，因为美国真的很干，有时候不开加湿器常会流鼻血。接下来换到另外一边的桌桌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马驹。你看我的小马驹吗？超级可爱的小马驹。然后还有我的花，这些都在那个 Costco 买的。然后这个桌子呢是二手的，这个是我从学姐那边搬过来的，它已经帮我装好了，我就不用自己再穿。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坐着。不知道大家应该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的。我床旁边也有一个地毯，知道这个地毯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你的脚脚可以踏到很软的地毯上，你就觉得哇，一天真美好。这柜子啊，这柜子也是 IKEA， 然后这个也是从学姐那边搬过来的，然后我妈也帮我贴了这个防止小孩撞到脚脚的东西，两个塑胶柜。然后这边摆一些我的睡衣啊、内衣。这边就是我上学的包包，还有小时钟，但它已经没电了，所以根本不准。大家看一下我家的 view， 波士顿的 view。但这个窗户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当你全身脱光要换衣服的时候，外面的人其实是可以看进来的。OK， 我们再走过来，然后这边就是我的更衣室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更衣室，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然后你可以走进去换衣服。然后这边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毯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里面基本上我挂的就是一些长袖啊、外套，有放这个小小的夹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，就可以放一些别的短袖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的，可以拿来
放一些小东西。这我也是我在 IKEA 买，我觉得这个超棒。大家有看到这两袋小东西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的干粮，里面有泡面，有零食，有巴巴巴，超多东西。接下来我们要走出去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家厕所。呀，这是我们家厕所。你看到摄影师了，摄影师辛苦了，在拿着杆杆。我跟我室友的换洗用具，跟我们的浴室。这是我室友买的一个非常可爱的浴帘。我每天洗澡就是在研究世界地图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继续走，走到我们家的厨房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家厨房有一个电磁炉，有冰箱。我一定要给你看一下我家冰箱。你看，我看到里面超多塑胶袋的，这就是我妈在今年刚来波士顿的时候来了大概10天，然后帮我做了超多东西。然后一包一包帮我冻起来，我只要要吃的时候，我把它热一热就可以吃了。还有这边也是我的秘密宝箱，我看到非常多的泡面，还有干粮，还有饮料，这是我跟我室友维生的物品。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沙发，只是虽然现在沙发被一些东西占据，但没有关系，它还是能坐。然后这沙发它也是一个沙发的，你把它拉出来就可以睡了。这是 Amy 孔。然后再走过来，这就是 Amy 孔的更衣室，非常大的衣服。我怕打开来会吓到大家，觉得他是做衣服批发的还是什么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家大门，然后我妈还非常贴心的帮我写了一个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锁门。这边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鞋柜，这是我跟我妈非常努力自己拼起来的鞋柜。哦，对，还有我的床、我的书桌，全部都是我自己拼起来。那还有我们工程师小李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师，很努力的帮我们拿电钻滋滋一直压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我现在这个房子，你喜欢吗？玉猛摇头，那是电钻。Sorry， 对。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，我大概就把我们家稍微介绍了一遍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喜欢看什么影片，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，让我有一点 idea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。 OK， 然后我们没有在 YouTube 上面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在 Instagram、 Facebook 还有我的微博上面见。 OK，拜拜，下次见。